你一辈子皮爪，我包你一辈子，但是别吃恶心的。哎，好残酷啊，这个环节啊！悬疑剧的选角已经结束了啊，在刚刚九个戏里面呢，本来我们要选六位主角的三男三女，但是呢，很多不达标，所以呢，我们是经过商量之后，再补上去三位演员。那我现在宣布一下了啊，入围主角的是金莎。要有一定的经历、一定的年龄，会比较适合我的那个戏。赵琴，他有能力去抓住一个人物的感受。徐若涵，徐若涵是很聪明的，我觉得他可能来了之后，对那个戏拍出来有保证吧。然后还有四位配角：李明德、王锵、李菲儿。还有张瑞，恭喜你们十位在第一个项目里都拿到了角色，那分别来领一下剧本吧。嗯，谢谢。张栋梁，谢谢导演。锦秋，赵琴，李菲儿，李菲儿还可以，就是她的表演状态是在的。其实，在排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有遇到瓶颈的，但是我们的突破点来了，就是徐君聪，就是稍微调整一下这个节奏。哎，这是他几岁的时候吧？看月饼，一下子指出我们俩所有的问题。他，月饼，拿过来。明天早上九点钟开拍第一个戏。加油了！还有下一轮的机会的。对，就是明天，因为还有一个一单古装的戏，大家还可以再争取一下。你们参演的悬疑剧和轻功剧的影视片段，将会作为给到制片人看的试戏片段，影响到你们究竟能不能拿到他们给的 offer。还没拿到角色的一员，你们明天要加油了啊！我没有演过古装，就是谁都希望自己会被选上，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让我很享受。我今天是画多少岁的？50岁以上。啊。哎呀妈，行，都挺老了。明龙少年组不容易啊，我们从三个追梦高考的高三学生转向了一闪到了剧场杀人。很久没有写这个东西了。上一次面试的时候，吴镇宇老师不是提出了我会不会写人物小传这个事情？他有教你写人物小传这个功课吗？啊，还没有上到这。然后，所以我就想接着这次真正的自己去写一遍，然后看看自己对剧本的理解跟导师们的要求一不一样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好，不太好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就。想挺多的吧，觉得昨天没有。你还有精力想吗？我昨天回到酒店直接。有，因为我昨天有点，我不太好。没有。真的。不，我们两个是演了一场戏，所以两个人都有责任。Hello。Hello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早。Hi， morning。哎，怎么样？大家被落选了。给你一次，走。干嘛逛大街呢？重来。你知道再也见不到是什么概念吗？你在听吗？你在听我讲话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我让你看我。你要感受他看你啊，温柔一点，害羞一点。混蛋，那个都在剧本里面啊。好难啊，喜欢两个人。邀请员。许巍真的眼里面是空空洞洞的，
其实觉得这段挺失败的，精准的踩中了我所有最不能接受的表演方式，让他们面对残酷的结果了。演戏来自生活，所以我们要观察生活。你看他往后坐了，我一点都不介意所有人说我是郭碧婷老婆。去年卖了38，越生活越不好演。黄磊演的真的挺好，就他没有去演坏，但是他的行动是坏的。王林因为唱歌啊，因为他演这个韵就特别好听，这个造型也是。而且你们找我拍戏，我可以唱。我演啥？我也以为他要有盼头吗？没有。那我跟你搭吗？搭搭呗。好呀，搭嘛。老师，我们来面试。我们来争取皇太极、海兰珠。海兰珠。嗯。蛮像的。我下午也会觉得你们俩比较合适这两个角色，因为我今天下午看到你有一个眼神蛮像皇太极的，然后呢黄玲是我真的是觉得她像海兰珠。我有点动摇了，说实话我有点想演皇太极。那怎么办嘛？那就选择一个嘛。不要动摇了呀。不是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我真的在动摇啊，真的动摇，因为我来就是学习，因为一个是新的老师，一个是旧的老师嘛。那你跟着你的心走。那说到表演呢，我觉得是这样啊，对我来讲最好的是张瑞跟这个海兰珠，非常的海兰珠，黄磊演的真的挺好，就他没有去演坏，但是他的行动是坏的，就他没有故意去演那个坏，那不错啊。王林因为唱歌啊，因为他演这个韵就特别好听，这个造型也是。好，有请最后一组，王紫薇、赵琴、黄林、赵奕欢，走吧。有请无限四小花旦。吹你老师好。请进，请进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认为自己应该是在哪个梯队？我没有概念呢，我是个歌手，但是我有一些拍戏的经验，但是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个演员。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你是歌手出身，但现在也在演戏，你自己未来对自己的一个方向是怎么考虑的？肯定是唱歌为主的呀。嗯，很清楚啊。我看了你那些作品，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性格特点特别明显的一个人，就是可能会有很多跟你的自身很相近的角色，你会很适合。嗯。下部戏又要找黄玲，又要演了同样一个像繁花一样的这个那个戏垮了之后，大家就说哎呀不行了不行了，他你就这样吗？如果要垮那也是我要去面对的。其实我觉得你身上是有那种喜感的，就是喜剧题材也能够尝试。我可以的呀，而且你们找我拍戏我可以唱。我年底有个戏可以聊一下。对，你看看这么多邀约，是因为他没有框框。不是不是，现在人家姑娘刚刚这么努力的做演员，然后把人家放在一个其他，然后现在大家说黄玲，我要找你有 offer。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是，因为他们没把我当演员。不是就是这样，因为你演了繁花嘛，不是就这样嘛，突然间有人知道你啦。只是因为我那个戏火并不是代表说我的能力真的是有多怎么样。所以就最终就是还是就一定要靠作品说话，就打铁还需自身硬，这个是真的。嗯。那我就坐这吧，老师好。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喝水吗？啊。有的吧。既然是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我想送大家一个见面礼吧。我想问大家三个问题，非常简单。妈呀，有一种被运势报答，就是200大板之类的。我们这太难了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这么长！对一下台词吧。有台词，终于。嗯。我说不冷了。
现在我的心更冷，我们俩像只鬼。你是一个变态啊！天哪，我要打你！你要打死！你在说什么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我们在跳叉叉，是我推你推回来，我推你推回来。咱仨再过来仨老爷们儿。把大哥整过去谈恋爱去了，那你会跟我永远在一起吗？然后感觉我要上去吻你啊，就我这样一抓，那大哥跳舞吗？不是挺好，我俩配的挺好。这甜甜，这甜甜真气人。剧情紧张的悬疑片段难度升级，排练现场啊经常还会有意想不到的瞬间。一下好钻，你倒还是那个你干谁一句？疯！你个！